大学开学礼，半个钟晕咗40人。贵州呢班大学生着晒军服，齐齐整整，精神奕奕，点知原来得个壳。一个，两个，半个钟内有40个新生晕低。我管老师很忙，呼吸突然觉得很急促，觉得喘不过气来，动作很难受，像刀削一块肉咁样。见佢哋一身军服，咪以为佢哋受完军训或者做完剧烈运动辛苦得滞。其实佢哋只系参加开学礼暨军训开训仪式，净系企喺度听都搞成咁。一年比一年差，只能这么说。一年比一年混的学生多了。有网民就质疑，啱啱开始典礼就晕低，根本系唔想参加军训。